王菲和李亚鹏离婚后，都有了自己的新恋情，但是作为王菲李亚鹏的女儿，她对王菲和李亚鹏的新恋情会支持吗？ NXIM。 但是李嫣很支持王菲的新恋情，李亚鹏的新恋情就没那么支持了，原因是什么？看照片就知道了。王菲与李亚鹏已经离婚，但是女儿李嫣总能和王菲、李亚鹏在一起。李嫣和妈妈王菲在一起时，永远都是时尚小达人。 而且在妈妈王菲面前，李嫣已经是一个能自理的大孩子了，王菲的照顾也没有那么多，但是看见李嫣都没怎么开心。是和李亚鹏在一起瞬间变成需要照顾的小公主，和爸爸在一起发自内心的笑，很幸福。不支持爸爸的新恋情也很正常，因为怕自己的爱被抢走。 孩子不会说假话，看见照片就知道和爸爸在一起有多幸福。希望他能理解爸爸，毕竟爸爸也需要幸福，不是吗？很明显，李嫣和李亚鹏在一起时更放松、更快乐。